原来建筑是怎么样的，做一个复原的一个演绎。这里面我们也考古发现了大量的龟鳖的残骸，那证明当时这个御花园里面呢也是养了大量龟鳖的，而且整条渠还设了有四个这种斜口，经过我们考证，它都是为了方便龟鳖爬出水面而特设的。Thank you.